红草急破天行天下，受到红花时，不曾有一人来这门急破天，是不是佛门含灵者？哦，我想知影急破天回答，有表示，也无表示。但经过那次之后，急破天护法之路就不平安，急破天经常受到阻击，最惨烈的一次是。阮文出三高雄，关心老切，极力重点，再救福州，即是本源。黄金甲从三高顶端高处高好无比，莫非是你口中苏金的含灵者？我不用，哦，不再犹豫，你将领府便是万金回天梯的回中偷心江八千。尊小勇，恳你领着西回头，护持急破天江华一览流情。那边即将吧。哦，哦，在晋江，毫无保佑，挥剑无影，风刀挥刀，急破天定心如何？冰川一应，有几破下苦心。不受轻重，立足之恨，心地一交，就分胜败生死。速行！你闻之温，混入星河化混沌，再吹重鸣平温。苍天恩，我提心境。雄奇派应，一破天回应之间，又是九天混天，进不上千。拥有这一段歌，我来为今之计，就催出虎门含灵者，万不能将三高本源比消数段。但难就难在，此人是谁，连我也不敌。三高含灵者，彼此之间血气十三，那咱就催得文以入门含灵者一门，这也是红花计。三高本源的高阶，本是以儒道学三高轮流的方式，含灵者可惜是你可以顺梦的线索，但这个方式对方自然也想会到。幸亏三名不管者，本是三高最神秘的人物，就连三高的高赞也未必知晓。我相信九轮天书者。想找到这三人，绝非易事。嗯，总归是算数计。那我便往三足天，用协助定人询问好。也可，
反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你自己保重。多谢你为我解开第二个疑问，这本是我的天命，先用你最后一次的机会吧。阿比巴罗衷心希望未再有哪一天的代价。上，庐山隐雾这江潮，一路千般魂不消，一直到来无一声。庐山隐雾这江潮。